找小风铃跟她的姐妹豆瓣酱，然后给他们买了好多特别可爱的小脖圈，想给她俩拍照，但是感觉豆瓣酱这个可能带不进去。头型特别可爱，然后还有小花花，这个是我给百万买的，我回去给百万带上。百万就想打鸟，那又很可爱啊。这个是我给小风铃买的，这是哆啦 A 梦，哇，太可爱了。还有我买了好多这个没想好，你们觉得给百万戴上面的这个还是戴下面这个太可爱了。我想拿掉，然后你要给我戴红花还是戴紫花？哎呀，还有这个，我觉得这个也特别适合百万。这不显然头绳吗？不是，小脖圈。哇，你看太可爱了。你也能戴。思思，你觉得我要不要给闹闹买一个？哇，闹闹得定制。风铃，太胖了你啊。这个是豆瓣酱。姐妹走了，你还干啥？点了一个鸡肉牛肉的夹饼，跟小风铃一起吃早餐。哎呀呀，坐着，小叶，我怕他跑了。哎，注意点。就是尝试训练小风铃，他太笨了，拉肚子，随便训练一下就会了。百万is watching you， 啊，好可爱呀，真可爱呀，小猫。天上的云朵飘啊飘啊，哎，云，嗯，我刚才看见了，芊芊抓了一个小马巧。老大一个，给大家感受一下有多大。还有小翅膀呢。嗯。为啥还有小尾巴呢？这是啥动物啊？著名的比利老师。啊。衣服谁家的呀？用烂了呀。啊？不是有好多是老款一模一样的，然后裤子是我去年帮他买的。我本来寻思吧，那个他穿不上的话，我可以自己觅一下。后来发现我俩穿一个。为什么平时就扎不出来这种头发呢？你不觉得吗？不想扎的时候就扎成这样。这种不能滚颈椎。你说这个尖儿的呀？不是，所有的这些可以用小球球弄，但这种不可以滚。就是你的那个颈椎和腰椎旁边，尤其是颈椎旁边的肌肉没有那么大块，你拿它滚，特别容易滚坏。哇，我的脸蛋子好胖啊！你这么胖，你好胖吗？你这么胖，你是不是装？好丑啊！这笑好啊！我没化妆，好丑啊！丫是啥意思 ？I got some troubles, but they won't last. I'm gonna lay right down.点了一个苹果酥，点了一个核桃花椒啥？
对，应该就是花椒核桃。看今天强子怎么装年轻，穿了一个白衬衫。所以就发火，你好，白衬衫已经老得发火。感觉好贵哦。是啊，但没办法，这款我们换这款配置。之前觉得苹果的手机快赶上电脑贵了，现在派的确实赶上电脑贵了。是，但有这个可以用手绘的啊。你们觉得会闲置吗？还是会真香？派的，你们有人买吗？我感觉不会香。张老师觉得会真香。这个东西是真香，真的。哎呀，这个，哦，好可爱呀！看我比张老师高多少？我是没停就抬头。啊，你快停就抬头。嘿，我的上衣是 Urban Outfitters 的，裤子是 Lululemon 的。给你们分享。我刚买的巧克力，这个是温体他家的，这个我不知道上海有没有，但是北京有几家店。然后这个是它的榛子口味的，这个是我的最爱，然后我觉得是它所有巧克力里面甜度最低的，然后有那种榛子香，超级的好吃，我一下能吃七八块，但是就是很贵，我才买了这么多，我花了将近200多块钱，推荐给你们可以尝一尝，不要买，那种就好好吃哦。五一的北京哪哪都排队，好可怕呀。你看这个标签脾气多不好，还竖中指。我们点多了，我爸做多的三明治啊，不能吃。哇，张老师还尝了一些珍珠，能不能吃？这个智商真的是，这里面是什么样的啊？这里面有粉，然后拌了酱，然后还有花生碎。哦，嗯，啊，香菜茴香，特别东南亚，从来没吃过这样的烤鱼。我跟张老师今天来北京西边新开一个商场，叫更新厂，西单更新厂。我觉得名儿还挺逗。我今天穿的一个像一个青苹果、黄果果和绿果果。哎，那个主持人是叫黄果果和绿果果吗？要错了，他家点单太混乱了。看起来是不好喝。今天本来以为西单完全不会有人呢，结果我的天呀！所以说今天的 vlog 拍摄也不是特别的顺利。买了一杯 Manner， 对，那个面包会动，还会动呢，你来了吗？我们在那个原麦山丘门口发现它这个面包会动，特别鬼畜。能看它动吗？上面那个脚。那感觉这么看像是大虫子。对，咕噜咕噜的。哎呦天！当当当当！哎呀，好烦啊！正在洗卤蛋，准备好腌制。嗯，讨厌。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今天当当剪一个什么样的头？啊？你这不太好看的圆头、嗯、我就想剪短点，你就是来洗头的吧。
we touch is coke and mentos. Going up until we let go. When we touch is coke and mentos. 我今天晚上穿了一个我新买的黄色。我们要出去逛街喽！现在假装是早晨。里面穿了一个，这个是韩熙家的 Alpha Gym 的一个果绿色的裙子。嗨，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我头发好顺呐、啊！我每次晚上去剪头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把我的头发给我吹好，给我弄直。我每次就都会觉得特别的不值当，但是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就是他们一定特别执着于要把我的这个头发弄出一个造型来，但是又没有人会看我，又晚上睡觉了，我觉得特别特别的不值。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的。我今天买了一个小包包，而且特别巧，就是我早上打开小红书，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就只看到了一个分享这个品牌的一个包的一个帖子，然后我下午逛街的时候就遇见了这个包，然后就把它买回家。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我怀疑是不是这些小红书们他们可以预判你今天要去哪儿，会看见什么，然后提前给你种草。而且我真的怀疑小红书会听大家平时聊天的时候说什么，然后给你显示东西。有好几次了，就是我们在工作室里面说，比如说一个什么谁减肥啊，或者是说一个什么什么产品啊，然后打开小红书之后，大家就能会收到相关的一些推送。反正我觉得挺可怕的。但我今天买这个小包包，我特别喜欢。我今天打算跟张老师去国贸锻炼，然后我今天带了一个发卡的原因是因为昨天他理发的时候把我那个头发给我弄直了，然后给你们看我这个头发今天就是什么样，再加今天的大风，对，我头发今天就散下来就这个样子，就特别可怕，然后所以说我就带了一个发卡，正好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发卡还挺显脸小，反正就稍微显一点点吧。海光放粥，哎，好好吃啊。更新一下进程，因为我跟张老师生气了，所以说我们两个没有去锻炼上，为了糊弄张老师，被他妈了个逼嘴！你可以讲一下，因为什么原因在吵？人家里两个人的桌子却放不下咱们两个点的菜。是啊，我跟大家说，薯条蘸美乃滋是最好吃的。那我喜欢蘸蛋黄酱。啊，就是蛋黄酱，美乃滋就是蛋黄酱。啊，我觉得它蘸蛋黄酱比蘸那个番茄酱更好吃。但是感觉好像中国的这个像新闻老师给酱给的做的就少。嗯，好吃，今天不仅没有去锻炼，还去吃了一顿，还吃了一堆垃圾食品，这情绪性进食，这就是吵架的不好的地方。所以说，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对保持身材真的太重要了。迪士尼公主吃薯条。这种东西就是你们说你们看不出来，是看不出来，但你可能会有感觉啊，什么干净了或者之类的，对，但是根本看不出来你动哪儿了，你会觉得啊好像变漂亮了，但你不知道我动哪儿，但是并没有，就是并不会有那么明显，就啊我一吸完眉我就变成什么，哇靠变漂亮了，还是卤蛋。嘿昨天逛书店，看了四本书，然后在京东上下了个单。这个是给张老师买的，生气也没关系。这个是一个讲哲学的书，然后这个是之前美国的一本畅销书，但是我没看过就买了一本。这个其实我不太知道是讲啥的，有点好奇。然后在京东满100减50，还挺合适的。我买了四本书，花了100-110几，还不110几，在那个线下店一本就要50块钱，这一本在线下店就要50块钱。这个是我自己囤的咖啡，他们是北京的一家线下咖啡店，叫 Greybox， 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发现他们55%有折扣，我就又囤了一点，就是前一阵刚买完。他家有那种小的像三顿半似的那种咖啡，就是那种小盒盒装的，然后也有这种条状的，我觉得这种条状的就是更合适一点。小盒的是一个里面2.5克，这个是一个里面2克，虽然说稍微少一点，但是我觉得整体的性价比更高一些。我特别喜欢这个 SOE，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喝。One is the number that I had. Two is what I'm holding in my hand. Even when we go, we go our own way. We stay, we know, we stay, yeah, we stay. We see. We can never be wrong. 阳光下的面包。笑脸，我的，哇，看着好好吃。他买了一个这个茉莉花梨果酱，买了这个，这个是妹妹的，买了个芋头的，这是妹妹买的吐司，我的吐司卖没了。这个是啥？哦，这是我买的。哦，不提供切片是吗？啊，你可以切的。哦，帮我切了呗。经历了吃饭和买咖啡，终于要进入到今天正式的行程当中了。哈哈，假的正式的。我觉得我都开心的要哭出来了。嗯？啥呢？是这个和这个，他想是一个鱼尾的，但是我觉得想让他把那个蓬蓬的什么都试一遍。然后我觉得那个角落的红的也很好看，我穿的像去浴室洗澡似的，这还套了一个鞋套，嘿嘿。哇，啥也看到了，还挺好看的呢。This is our place, we make the rules.And there's a dazzling haze, a mysterious way about you, dear.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看起来比较显瘦？ Have I known you 20 seconds or 20 years? Can I go where you go? 感觉如何？Just a fool in love with you.感觉你都要痒了，就是。我现在要是拍你的话，你肯定要上架了。